欢迎来到天宇国际。在天然的环境里面，种子自身含有的超强抗氧化物质，譬如维生素 E， 作为天然的保护防御系统，抗氧化物质保护着种子里面的遗传基因和营养，免受各种细菌、分菌或环境压力的侵害。到底种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有几浓缩呢？举例来讲，虽然黑树莓种子的重量仅仅占果实的2%，但整个果实来看，超过50%的营养成分都集中在种子的身上。那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些种子的好处呢？天宇国际为你带来全方位的营养食品，我们的产品着重于使用天然种子为主要原料，为我们的身体提供额外的健康益处。天宇国际特别为你呈现我们的旗舰产品元气，这款独特浓缩的种子营养精华，结合了黑小茴香种子、黑树莓种子、蔓越莓种子、红葡萄种子、天然的低核糖以及白藜芦醇。除此之外，元气里面还添加了黑小茴香种子和黑树莓种子的混合种子油，为你提供额外的维生素 E、 欧米伽3和欧米伽6必需脂肪酸。欧米伽3和欧米伽6以及维生素 E 是维护细胞膜健康的重要营养元素，问题是我们的身体不能够自己制造这些必需脂肪酸，必须藉由食物摄取，例如不同种类的种子、某些蔬菜水果、海藻及深海鱼类，仅有少数人能够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得到足够的摄取量。由现今的生活习惯来看，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往往缺乏欧米伽3。众所周知，黑小茴香、黑树莓、蔓越莓和红葡萄的种子含有丰富天然的欧米伽3和欧米伽6。天宇元气提供各种不同的营养物质，例如维生素 E、 维生素 C、 植化素等等，具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物质，有助于全面保护我们身体的细胞。事实上，大多数的种子都被层层坚硬的外壳保护着，所以很难被人体吸收。为了摄取种子里面的丰富营养，古时的人都会将种子磨成粉，或挤压种子里面的油，用于日常烹调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透过先进的科技，使用特殊的 Natural Fresh 冷压技术，从种子中得到各种营养的成分，最重要是保存到原有的天然营养元素，这个也是提供现今社会上性价比最高的营养物质。 Natural Fresh 冷压技术的独特之处在于，不使用高温亦不添加任何有害化学物质的情况下，压榨出天然的种子油和种子营养粉，并且充分地保存原有的营养元素。与其他厂商使用的制作过程不同，在天然的冷压过程之中，完全不经过任何蒸馏过程，令到更多种子天然的营养物质得以保存。这些正正是传统的压榨过程中最容易流失的成分。我们的产品只使用天然种子原料，并且透过专利的 Natural Fresh 冷压过程，最大限度地保留种子里面的天然营养元素，得到浓缩高效的种子油。到底我们的产品里面的种子油有几浓缩呢？不妨大家一起来看一看。7公斤的黑树莓只能够得到区区一茶匙的种子油。天宇产品是由世界各地著名的医师、营养师以及获奖无数的科学家、医学博士共同研发验证。我们科学家团队入边的研究人员研究了上百种原料的搭配与配方，以求达到最好的健康效益。当两种不同的种子成分一同混合，所产生出来的效益会比单方更强，这个情况就叫做协同效应，好比一加一大于二。元气产品的天然营养素能够帮助你提升精神活力，它所含的维生素 E 有助于帮助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，
亦有助于减少自由基的产生。使用元气产品非常简单容易，使用前只需摇匀，撕开包装顶端，然后直接饮用。每日饮用一至两包，可以达到增强体力及维持健康的效果。天宇的营养产品能真正地将种子里面最好的营养呈现出来，帮助你和你的家人时时刻刻保持精神饱满，活力充沛，健康愉快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资讯，欢迎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.exerglobal.com。 多谢。